超恐怖，女星严重内出血，竟是因为这原因。我在经期来的前大概一个礼拜，我肚子越来越痛，痛到就是那种我会这样一直发抖，我还自己坐电车去看医生，医生就说：“小姐，你这个肚子里面都是那个积血呢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”就我内出血，卵巢里面水泡破了，我每天都输血，因为他说我血吃太多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